La Seraphim 恩彩在自己的节目《恩彩的明星日记》中，邀请到了 Promise Nine 的那炯以及知宪来到节目中一起聊天。因巨型忙内恩彩过于高大，而让前辈那炯也不好意思地站在恩彩的旁边。애교부리시면나갈게요아뭐야해주세요그런거없어요그런거없어요너무귀여워가지고아홍작너무조그만것같아나너가일로가봐나왜이렇게하얘하세요 아니에요키도크고예쁘고另外，在节目中，恩彩太过于可爱，而让那炯以及知宪忍不住把恩彩送进了称赞监狱呢。10년만에컴백하셨다고들었어요 왜요 너무 귀여워 저도 프로미스 나인 선배님 그 데뷔곡부터 다 알고 있어요 고마워요 어떡해은채씨앞머리깐거한번만보고싶어요깐드릴까요데뷔초처럼앞머리깐면저꼬부기닮았어요이렇게이쁜아이가진짜 되게애교많은이미지인가요저그냥귀여워요그냥좀사랑스러운이렇게보면러블리해 되게많이해주세요